石头都能合成哈肯颠不颠，这种东西可是范围攻击啊，有了它隐身的蜘蛛我也不怕了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打不到再打一次啊。哎，这么远都能打到，哎呦，小心心来一颗，四颗生命值，然后我们现在赶紧去下矿，其他的东西，哎呦，要不要墨影珍珠？算了，只有一个，我就不要了。哎呦呵，哎呦呵，这得多换，全换，七个直接63，咱木板现在不够用了，再拿出半组。我的天，我感觉要有好东西来了，朋友们啊，预感非常强烈。钻石剑，钻石剑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好，这一波没有，白桦木、黄花，还有这个。还有沙子，沙子等于钻石等等，我都要下矿的人了，要什么钻石啊？钻石一会儿下矿全都是，不用担心啊，钻石管够。然后其他的东西，熔炉，好，基本没什么了，这个也没有，木板我有的是，全都存起来，咱们找个地方下矿去。我们现在暂时不要加啊，不要加的话就随便下，就这儿吧，工作台带走。这个里边有泰坦，所以说地底下的矿物非常多，什么各种矿石块啊，都是应有尽有的。咱们横着挖，也许能挖到一些煤块，只有在高层才能挖到煤块啊。到了低层，煤块就会被其他矿物块给占领，会变得非常少。等等，我没有火把，咱不能随便挖，我们挖矿还是有限制的。而且，咱先上去吧，好像上面没有坐标是吧？沙子哦，有坐标，那行，那就可以下去。而且下去我只能在这一条直线上面挖，不能拐弯。借着天亮的这点亮光，然后挖周边的这点小矿。好，没看见任何块啊。诶，挖到一个铁块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白来，必须保证我们是垂直下降。好，垂直位置继续往下挖，这是一个35层，有可能遇到铁块还有煤块，看有没有，没有，继续往下挖，垂直垂直，必须垂直，直接向这一次我们直接下到10层啊，10层一定会挖到的就是钻石块、绿宝石块这些。你看绿宝石块来了，钻石也来了吧？我们有没有别的稿子呀？没有别的稿子。铁块也挖到了，哇，这么多散钻！要知道这些散钻在工作台里能合成的东西非常多，非常多。什么钻石装备、钻石剑，只要我有木棍的话，那就更多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再顺便搞点石头和基岩，注意啊，基岩也是能合成的。看到基岩挖上来了，只值2块。这里边的转化镯是不是坏了？基岩这么难弄的东西，只值2块。太逗了吧，这也多搞点多搞点。还有原石的这个石头形态啊，石头我们来可以直接合成一下，看看石头能合成什么东西。染料、粘土块、岩浆桶，岩浆桶不就是水桶吗？有了水桶，有了铲子，不要了斧子，也不要了。这两种工具我们现在拿着没用，因为最终之剑可以代替他们，他们也没法连锁，意义不大啊，留着他们的意义不大。铁块、绿宝石块、绿宝石块，看一手羊毛，有时候羊毛是奇迹。好，这羊毛是狗屎。手机版夜风同款组件认准 MCS 夜风工作室，你想玩的这里全都有。这是个怎么合都是木板是吧？挖个一组多吧，一组多的石头，接着点亮光，希望能遇到点金块、红石块啥的。没了，再来一口。这钻石 tomato 要是能给我们来点这个夜视的效果就好了，是吧？夜视效果多舒服呢。咦，在这儿挖到煤块了，兄弟们！哎呦我，资源非常多。煤块一遇到就是10个以上，看一下煤块能合成什么。甘草块也能合成，哎，煤块反正还能挖，全合了全合了。甘草块要是没了那就真没了，周围肯定有铁块、金块、金块、金块。哎，青金石也是能够单独合成的，红石也可以，10个刚好可以合成一个红石块。看这边还有没有，哎，绿宝石也可以合成绿宝石块。咋没块了？钻石块我都没看见呢，又遇到钻石了，拿这个点一下亮，嘿嘿嘿，最终之剑手动火把，但是有时间限制啊，这个火一会儿会灭。我看见青金石块了，挖一手，再点亮一下。现在几个？半组，将近一组。我应该是没有熔炉的，所以这种矿石咱就先不要了吧，烧不了啊，咱们现在烧不了。但铁矿跟金矿可以留一下，这两个很重要，这两个很重要，它的合成是绝对的多。所以留着是没问题的。全是绿宝石块吗？大哥呀，这东西不能来这么多呀，给我换俩钻石块吧，钻石块出好东西的概率要高一些啊。真来了，哈哈哈，这不会是二楼的贡献吧？谁是二楼啊？啊，又在这单身是吧？又单身10年。给我换了个钻石块，再挖一个金块我就走啊，再来一个金块我就走，我们就上岸了。我要的是金块啊，不是这些青金石。吸一下，
哎，用一个钻石块，两个，三个。OK OK， 金块应该快有了。哎，铁块、煤炭，你看刚才说煤炭块没了，还会有吧？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很多，挖个十个就行了。金块可能要高一点，层数太低，它出金块的概率有点低了。没有金块吗，大哥？又是绿宝石，都奥利给了，合成表又被打乱了，兄弟们，绿宝石块快挖半组了，全是绿宝石块。我认了，我认了，没有金块咱们上去了，没有火把挖着忒难受，我希望下一次能给我合成一个火把。